2023年5月19日出生的人的才能，生命的总体能量值为21分，未成年时为4分，成年时为12分，老年时为5分。每个时期的满分是12分。男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2岁，第二是4岁，第三是13岁。男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48岁，第二是54岁，第三是18岁。女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2岁，第二是4岁，第三是16岁。女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45岁，第二是36岁，第三是66岁。不规律的作息和工作可以更有天赋。